欢迎各位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英超球会车路士官方宣布，他们正式从李斯特城签下他们的法国年轻中坚科芬娜，他将会同车路士签订一份为期七年的合同。根据知名转会记者罗马洛的消息，科芬娜今次转会的转会费达到7500万英镑，折合8800万欧元的价格，超越了马古里在2019年由李斯特城转投曼联的转会费8700万欧元，成为至目前为止史上最昂贵的中坚。现年21岁的科芬娜在2020年以3500万欧元的价格由法甲的圣伊天转投李斯特城，不过如今转投车路士，成为全球最贵中坚的科芬娜，至目前为止仍然未入选过法国国家队。根据德国转会市场网站的显示，科芬娜目前的身价为4000万欧元。我是阿斌，多谢各位收听。好波不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看精彩足球、篮球的赛事。